新声音，我觉得这个星期那个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功课是满满的，然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，每一个呢都是我的老师哦。我们要欢迎简文秀老师。玉宁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，我是简文秀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好，慈爱的天父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当中一直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互相的去听到你的话语，然后我们能够更喜乐，更能够顺服你，顺从你希望我们要去的方向。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宝贝，每一个人都是你拣选的器皿。我们也希望你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赞美你，都是让所有的人可以去彰显你的荣耀，也可以让所有的朋友更加的认识主上帝。在今天呢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，也保守我们呢所有的美好团契都能够去传达到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我们这样祷告的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跟所有朋友一起来分享的经文，请翻开到诗篇104篇第33至3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要一生的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，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。其实我觉得
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有的天分，有的恩典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刚刚老师也有讲到，就是说你觉得在曾经有过的这些日子里面，你也曾经埋怨过。对啊，我曾经常常跟上帝埋怨过，这还没多久哎，真的。对，有一天我就是去参加了很多的活动，然后就是跟一位牧师谈。那天我觉得在歌声里面，我觉得我自己蛮满意的。可是要转身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牧师说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？他说什么事？我觉得，说我不晓得这样讲你会不会生气。我觉得上帝都不爱我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？因为我觉得我怎么做那么多，是觉得我认真去做事，怎么还给我那么多的挫折，尤其是在工作上的挫折。我觉得我从小就参加很多的比赛，然后虽然得奖，可是我最向往的就是一个就是蛮快乐的家庭。那我既没有嫁给一个基督徒，那然后呢点点哪份，反正我觉得我就觉得很不顺。所以我就跟牧师讲，牧师说没有啊，上帝都站在你的后面呢，怎么没有爱你呢？因为他知道你是他的器皿。那他的器皿就需要磨练，就是啊磨练，就是让他一直磨，把这个什么这个玉呢一直磨得很亮才会亮。那我后来讲说，对呀，对啦，牧师对哦，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是为了我挫折的过去，我也自杀，结果都没死。哈，那个时候呢，我觉得想说，哎，正好我觉得说这个时候都不会有人去救我，哎，就有人救我。所以他说，你看，他觉得你没呼吸的时候，他就把你拉起来了吧，他就派一个人来。所以像巴尼山 Jenny 故事，就是我们长老会里面的这个是祭献的兄弟，至圣的上帝。这首曲子我到欧洲得了2个首奖，结果呢，他们的教授或者是他们的比赛就拿我的谱去看，你说哎啊赶快的，啊就跟他讲啊，你莫等你台湾来咱来澳洲来我家唱歌。我讲我不会，我要回去台湾。你讲安尼，我来讲吼，我要告诉你，你的声音哦，你要记得回去你自己的国家，你要把你的声音奉献出来，然后呢，要去为社会做很多有益社会的事情。你可以做到这样吗？我说我什么？你干嘛问我这样？他说，如果可以做到这样，我就把我的巧克力跟鲜花献给你。我就说，我当然会这样做啊。结果他又提醒我一句，请不要因为你的声音很好，你就骄傲。记得，他不是你的，他是上帝给的。简老师哦，其实，在一开始，好像你开始被大家注意到，就是说你的声音很好的时候，其实有唱片公司跟你谈过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啊，我是自己先录。自己先录哦，我记得，所以我很感谢那个林嘉庆林老师。那自己先录，他就在中广播。结果呢，我记得林嘉庆林老师说，他就一下车就说去打电话去问这个广播电台，说刚才唱歌那个女孩子是谁。然后呢，他就去请我去唱歌，当然就是说就请我去电视台唱歌。我记得我刚刚出道的时候，反正人家是8点开始录影，那我大概8点就到，大概唱到我大概晚上10点，因为我最小排的，就一直别人就先唱，唱到我。后来林嘉庆说：“哎，你的个性还真好哦。”所以以后如果要这种突然间有一些就是有枪手的，都是我去接。那后来我才国外念书，才在国外得奖。在国外得奖的时候，台湾的民众会就开始认识我。所以呢，老师唱的这个曲目真的很多元化，这个流行歌曲也唱，对不对？民谣也唱，圣诗，然后歌仔戏，还有黄梅调，我也可以唱。是家里的谁发现了你这个天分？是有一天，我就住在我们隔壁的人，有一天就跟我爸爸敲门，他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就是荣敏嘛。他跟我爸说：“哎，你女儿，你要管一下哦。”从早上8点唱到晚上10点，然后呢，中午睡午觉也要唱。
圣诗，然后歌仔戏，还有黄梅调，我也可以唱。哇，那因为我在后，就是幕后，你如果你不听看到我的人，你可能不知道我会，就是我唱的歌，我会有很多种声音，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讲说，哎，我任督两脉皆通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其实我在国外得奖，其实就是声乐最高的技巧是高音轻声。那我是还没有学唱歌，我就会。我到得奖以后，裁判叫我去，我才知道。哦，原来他说，哎，刚才那个是一个技巧了。对，他说，哎，你刚才那个声音，我以为他要把我的金牌拿回去，或者是我根本听错名字。结果他说，哎，刚才那个高音轻声啊，你能不能再唱一遍？我说哪个高音轻声？那时候我终于有唱那个《茶山情歌》。嗯嗯。我说啊，随时都可以唱啊。他说，那你不要再唱一遍。我说唱最后那个高音就好了。他说好，我就唱了。他说能不能再高？我说没问题啊。他说哎，你本来就会吗？我说嗯，这个我大概都可以哎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是什么样子的技巧？老师可以就高音轻声，就是高音。譬如说，你高音唱大声很容易，可是高音轻声你就是位置，那个力度都要恰到好处，你才能。譬如说。这样轻轻的，那你不要看我，你就听到这样。可是我可以转很远，然后我小时候肺活量就是比一般人的2倍。是家里的谁发现了你这个天分？说到这个就很话很长了，因为我觉得我爸爸都没有发现我有天分。是有一天我就住在我们隔壁的人，有一天就跟我爸爸敲门，他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就是荣敏嘛。他跟我爸说，哎，你女儿你要管一下哦。从早上8点唱到晚上10点，然后呢，中午睡午觉也要唱，就暑假嘛。嗯。结果，对的，我爸说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们是住在公家宿舍。嗯。结果后来他要转身的时候，就跟我讲说，不过我这样感觉细细听来哦，我觉得他有点天分哦，就跟我爸这样讲。啊，那个时候后来我爸说，嗯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说我喜欢唱歌啊，那我爸就带去给一个他的朋友。他的朋友其实大家每次都跟我开玩笑，他的名字叫李登辉，不是我们总统那个李登辉。哦，他也叫李登辉。对啊，但是那个灯火的灯火，我记得我去他家唱，他说你有没有准备？我说没有。他说好，准备一首歌来唱。3天以后，那我就真的3天以后，我就唱了一个曲子叫《绿岛小夜曲》。他说唱完歌搞完爸爸讲，哎，看上，哎，你怎么敢跟他我要真正有天分嘞？那时候多大？那个大概是8岁。8岁啊，这么小的时候就会唱《绿岛小夜曲》哦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也去参加代表学校，就是我得奖了以后，在参加台湾歌谣比赛，在中广得奖了以后，那我们学校说啊，你会唱歌，好，那来去参加儿童的歌唱比赛，那我也得第一名啊。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，我大概学中国艺术歌曲学了很多很多，会不能那种要求，像《巾帼英雄》啊，《杜鹃花》啦，什么《思乡曲》啊。我小时候怎会得邀请？哇，我觉得真的就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。我5、6岁住在太平山，这样，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原住民，其实我不是，我爸爸是那边的人事管理员，所以我就跟我爸爸去。哦。然后接下来我在念书的时候，我拢不要讲国语嘛，台湾话是普通俩，拢说原住民的话，所以一年级拢不要老师讲的拢听无啊。哇。啊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种生活，所以我想到那个奥巴马这样，奥巴马喜欢的加照一下照啊那好啊那，我觉得哦，这个还是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过程跟磨练，也是一个福气。对，因为你可以去接受不同的那个，比如说生活方式、文化也对对对。哇，我觉得老师哦，真的是从小一路上，我觉得这个就再度的看到，其实上帝为我们预备。你看，预备了这么多，你学流行歌曲、艺术歌曲，然后经过教堂，对，
啊，也进去教堂唱歌。对啊，我们牧师就跟我讲说，哎，小朋友，你该背礼拜。我讲黑山蜜，黑山蜜，传几杯教堂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在每一次的简老师的演唱会的曲目上，其实呢，那个 range 是很大的，就是那个曲目的调度是可以是，可以是民谣，可以你选曲目的那个主要的来源就是说你会去看观众听什么吗？这一次会会，因为我想唱歌对我来讲就是不是一件难事啊，所以我都可以练，所以每次我在灌唱片的时候，我都跟制作人讲，请要求我，我觉得哈。你越要求我会做越多，而且哈，我记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我们老师还跟我讲，哎，他就毕业的时候，他把毕业证书拿给我了以后，他就跟我讲，他因为我的名字叫 Susie，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他说我看不到你唱歌的底线，我就问老师说，我能够唱到，譬如说我是专攻那个就是歌剧，那我专攻 Mozart、Puccini 还有 Verdi， 那我说我还可以唱什么？他说：“老师看不出来你的底线，你要不要继续唱下去就好？”哦，所以我在想说，哦，你看上帝给了这么多，你说我怎么能不替上帝多用我的声音来赞美他，来替社会国家做事？所以老师一直到现在就是，其实你最喜欢的音乐会，我想就是去做公益，对不对？对，当然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是跟我跟上帝之间的约定。因为我很不爱教书，所以我就跟上帝讲说，现在我到加拿大去比赛啊，那我能不能以唱歌当作职业，我不要教书。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其实声乐有分成两种，一种是舞台的，一种是教书的。那我是专攻舞台的。哦，所以后来结果我就讲说，啊，那这样上帝对不起哦，我觉得这样不好意思哎，那这样好了，那我就跟你说好了，如果我是得到前三名，就表示我可以把歌唱当作工作。那你这样好了，我以后以公益活动为优先，怎么样？就讲了，结果去到那边啊，得到第一名，不敢去领啊。那个裁判说，就是你还不来，他都因为叫做简文秀在那边，而且我也搞不清楚外国人在那跳丢，就整个脸丢到全世界了。所以后来我在国外，其实我是专攻歌剧。其实我们在听简文秀老师讲话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表情是好生动哦。同学每次都说我蛮比较幼稚，我就比较孩子气，但是我从来就这样好了，没有关系，我觉得。然后可能啊，演歌剧，因为我没有舞台的训练，那我觉得可能我都是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，所以，就很自然就好，所以常常很多人都看到我在路上吃东西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哎，我昨天哦在路上看到有一个很像你的在吃东西，就在吃那冰淇淋。”我说：“不要怀疑，肯定是我。”那个时候，因为美国的就职典礼都是由我们国家派很多人去，结果我就送了一张我的唱片。那送了去了以后呢，哎，过了三个礼拜。说要我去唱，那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去唱，我就准备了作为基督文，主的祈祷文 ，Lord's Prayer。结果他就跟我讲，说啊，那你就去好了。到后来的时候，我唱完作为基督文，全场都站起来。他说20年来没有听到这么好的作为基督文。
上看到有一个很像你的在吃东西，就是在吃那冰淇淋。说不要怀疑，肯定是我，肯定是我，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做我心里觉得没有伤害别人，然后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。那我不会因为我可能是声乐教授，我可能是的音乐家，那我就会去。我想我是比较自然，我是比较自然。那你如果觉得这样我很没有礼貌，我很幼稚，或者我很孩子气，那我就是这样，那就随便你要不要喜欢我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典礼上，这是老布希总统。对对，简文秀，我今天有带来啊。对，简文秀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因缘际会，你去参加那典礼？我跟你讲哈，其实那个时候我本来是参加一个比赛，就是参加一个就是 audition， 就是试唱。那魔弹射手，那我没有入，就是选入女主角，我就哭了两个礼拜。哇！结果我就觉得说，选入的那个人他根本没背熟，然后我都背熟，怎样怎样，就哭了两个礼拜。哎，结果有一天呢，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教会团体就跟我讲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把你的唱片？那时候我就有灌唱片的拿来给我们听听看，那我们送到那个美国去看，就是看你能不能去唱这样子。那个时候，因为美国的那个就是就职典礼都是由我们国家派很多人去，结果我就送了一张我的唱片。那送了去了以后呢，哎，过了三个礼拜，哎，说要我去唱，那我也不知道，好，我去唱，我就准备了四位基督文。主的祈祷 ，Lord's Prayer， 然后准备了然后好像一首歌剧一首，然后两首李白的诗，就是中国艺术歌曲李白的，我大概准备了六首，结果他就跟我讲，说啊，那你就去好了。其实我那个时候根本英文也说不好，然后后来他们真的就派我去，他们是那边的 offer 来这边的，不是我们，就是说因为有推荐很多人，别的国家也有推荐，那我也不知道，一看去到现场，哎呦。这怎么都有我的照片呢？我的天哪！那我也不知道。那我到现场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是代表美国所有的就以外的国家来做庆祝音乐会。啊，那个时候都插满了我们的国旗啊什么？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啊，你知道我第一次去那个美国，也不知道人家那边有暖气。刚刚开会的时候，我是穿那个高领的。然后穿大衣啊，后面热得要命这样子，很好笑。到后来的时候，我唱完祝福的歌，全场就站起来。他就讲说，那个 Be a Bright 就是那个步道音乐步道家，他说20年来没有听到这么好的祝福的歌。那他就想，哎呦，啊怎么会这样子？结果他就跟我讲说，你要不要来灌唱片？那后来因为我马上就要回国了，所以那次给我很大的鼓励。我觉得天分真的是很大，而且呢，就是说有很多人，尤其是现在，我觉得学音乐的小朋友其实是很幸福的。他们可能在很小的时候被发现，那他就被送出国了。对对，可是呢，这个简老师他还历经了这个，就是还有两个小孩子。对，我就为人母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时候就是真的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就是先把两个小孩放在台湾，然后去念书。是这样吗？我当初是这样跟我妈妈说，假如我拿到全额奖学金，对不对？那表示我有天分啊，那个外国人的钱不是拉卡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如果我的托福考过去，表示我有决心嘛。那如果这两个的条件都过了，表示我可以念书。那我曾经问了我的女儿，就是她在小学的时候。你觉得妈妈去学唱歌好不好？我女儿说不要，妈妈你就做一个洗衣烧饭的妈妈就好了。那我就想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那有一天呢，她已经念国中了，就是南港国中，她的音乐老师，我们以前我有音乐会都会拿个票给他们老师去听，她就说来，哎，你妈妈还真有天分，老师这样说。那有一天她就回来，妈妈，你可以出国念书了。我说，哎，为什么又现在又可以？我们老师说你很有天分，所以因为他这句话，我觉得那得到女儿的首肯，我可以去了。
所以哦，真的由此可见，其实家庭对你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我从小就说真的，就是什么书也没怎么念，就会念第一名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我觉得我妈讲说，查某囡仔卡搞都无路用啦，就是讲我说吼，你若嫁翁，就是翁安那讲，翁叫你当你就当，叫你塞你就塞。我就是真的这样，结果也没有怎么样。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在单亲的家庭的日子里面，我就会开始坚强起来，是不得不坚强。那后来，阿的兄弟都不爱，阿就算了，不大面了，阿爸就算了。所以我就讲啊，其实，阿兄弟你别叫我来唱歌，你们就较早讲的安尼，好，我干嘛就痛苦安尼，因为我一直排斥唱歌。你看那时候我，小时候一直得奖，然后到去做老师的时候，当老师的时候，我到国外去，我就担任 solo part。我记得 Ohio 大学还是给我全额奖学金，写信来到市立交响乐团，然后跟我打电话，我说我不要，我不要唱歌，我不要到美国去念书，我不要。可是到后来还是去了，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唱到一个程度，譬如说我今天要继续唱歌，我非得去国外念书不可。它跟一般的流行歌手不一样，我们的界里面还是有一点点重视学历啊。对，而且其实这个流行音乐，它的唱法跟就是古典音乐，其实受的这个训练的那个过程，还是有不一样。对，不一样，还是经过。所以我就非得去不可。所以我就是在美国，我真的有那个机会，就是好好这样念书，我也觉得是说。上帝开始给你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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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呢，所以我就我们老师在教我唱歌的时候哈，你看教西洋歌曲一首就好了啊，就阿里亚就好了。时代啊，这个女孩子是几岁？她是为什么唱这首阿里亚？没有啊啊啊！我不是来学唱歌啊，这个重要吗？赶出去，再进来啊！这个旁边她唱的内容是跟男主角说什么，或者是跟其他人说什么？我说啊，这个也重要吗？男主角后来回唱什么？说啊，这个也重要吗？被赶出去，再过来还要来，哎，旁边还有什么人？那你是坐着唱，还是站着唱，还是躺着唱？是早上唱，还是晚上唱，还是半夜唱？我说啊，这个也是重要吗？啊，就又被赶出去。到最后好，都会咯，全部都会咯。老师还有什么事吗？好，你跟我谈一下那个场景，它是以什么颜色？我啊，那个也重要吗？完全的，所以我唱每一首歌就像前面就有演出一个歌剧，对，演出一个剧，也上面有一个画一样这样子，对，才能把它唱。所以我觉得真的好老师很重要哈。啊，可是我被赶出去，我还是 complain， 后来就哭了，跟老师问，老师我觉得你不喜欢我，结果那个老师说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你看别人唱五分钟，你们说哦 ，very good，good job， 就让他出去。我唱了两个多小时，然后一直被你骂，一直被你骂，然后我已经被你赶出去四次。他说，老师觉得你是个唱歌的料子，你怎么那么笨？你还哭？你现在用的时间都是别人的时间，老师把他们都cut掉，就只教你，你还哭？磨练，就是磨练。
在加拿大得奖的时候，总评审有出来讲，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学歌学得多久，但是她一走出来就是声乐家的样子。是个唱歌的料子，你怎么那么笨？你还哭？你现在用的时间都是别人的时间，
老师把他们都cut掉，就只教你，你还哭。磨练，就是磨练。对。然后就要，所以我的那个德国艺术歌曲是打底的歌，我一个礼拜要唱14首德国艺术歌曲。哇！所以后来我在中国大陆表演的时候啊，他们有很多的教授就打赌，说哎，这个人唱歌那我那个德国的味啊。嗯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中间只有一个教授，大家都听不出来，因为我那时候我到中国大陆去表演，那我有到他们的歌剧院去，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些歌手给他们一些建议，叫他们去打赌。奇怪，明明是台湾人，怎么有唱歌有德国那种气势？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说他在拉长音，在渐强渐弱或者在收音的时候。因为德国语言有很多子音，那你我们生了一家比较会没有注意那个很多的，就是说有人去上中国艺术歌曲，你怎样把或者台湾歌谣，你怎样把那个字连过去，个演那台湾味啊，一进拍演，所以后来我是德国艺术歌曲是打底的。我记得我在加拿大得奖的时候，总评审有出来讲。他说：“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学歌学的多久，但是她一走出来就是声乐家的样子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都没有说我声音好，因为我声音不是最好。他每次我去得奖，大家都说我不是声音最好的。可是他说，他间奏的时候，那间奏是微风，他看到风在飘。对，所以我这次裁判对我的评语，他说他。”我的歌声让他忘了他是裁判，他以为他是听众，他忘了。所以呢，如果电视机前面有喜欢唱歌的年轻朋友也好，或者是到现在还是对唱歌有热情的中年朋友也好，我觉得哦，其实唱歌它其实就是一个你的感动，你自己的感动，你自己到底是要带给什么样子的画面给大家？不过我想这个也是还是有天分的啦，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关系啦，还是要有天分啦，哈，好，对不起啦，三拍半还是一拍半哈，明明谱写的是4拍，我可能拉长音只拉了3.95拍嘞，怎么办嘞？对呀，所以黑的不怕的他都讲的呀，对呀，所以这真的就是说啊，那放弃好吗？我来不及放弃，也不是这样，不及放弃。好，不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。所以真的，如果大家呢想要再多了解，其实可以上我们的网站，还可以继续收看新眼光电视台。我相信呢，这个虽然简老师很忙，但是呢一定会抽空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呢是在诗篇第104篇33至34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，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。对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又从简老师的身上呢学到了很多关于对爱的定义，对于你为什么喜欢音乐的定义，或者是你遇到挫折，其实如果你换另外一个想法，它其实是有另外一条路的。对，这个是就是，所以我觉得宗教对于一个人也是重要的。不过我们最后要，老师要来带我们祷告吗？不然我讲，我有问迄个牧师讲，啊，我着种小孩也要讲话，啊，跟奶奶迄个啥，迄个奶奶祷告这样，哎哥，这个词拢想不出来，伊讲不要紧，来你用想的就好啊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每一次我们都有满满的收获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总是将很多的事情都借由来这个节目告诉我们，也让所有的爱也都传到每一个人，他已经认识了你，或者是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，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的看顾简文秀老师以及他的家人。当然，在很多的人身上，我们看到你做的工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希望可以，让你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都可以把它去传扬，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你的
伟大，谢谢，再一次的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美好团契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Thank you.